双北市十五号宣布进入第三级警戒，外出都需要佩戴口罩。但画面中在便利商店里，一名身穿红色上衣的妇人却没有依规定佩戴口罩，被超商店员要求佩戴口罩后，却突然开始发飙，冲到超商休息室，不断要求他戴口罩的女店员要他出来理论，还作势殴打。另外一个男店员也赶紧上前劝阻，一旁顾客也看不下去，将这段影片PO网，意外引发讨论。到底很多人过来看的，怎样？原来这名妇人疑似因为闯进超商，却没有填写实名制资料，还不肯戴口罩，被店员劝阻后，双方才会爆发口角冲突。好在男店员及时劝阻，这件事才平安落幕。现在随着国内武汉肺炎疫情升温，新北市目前四大超商都需要实施实联制，餐饮区也需要有隔板，民众用餐也需要梅花座。如果违反规定，将依传染病防治法第70条规定，处以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。